清掉我就一直抹毒，清不掉了呀！你看现在对面的阵容没传统法什么的，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要么善恶清，要么善恶，哎，只能摇铃跟善恶。对，来看一下，一速在哪儿？一速还是在这个曲阜这边，一三。这边只能说上端两个风占据速度，然后其他的一些我觉得足够了，对，比较慢，足够了。对面是一个二四，然后中间的就是哎四五嘛，四五四五六，四五六有个小小顺子，小顺、嗯、是的。那观战的问题就是点倒了对面，那我觉得跟昨天一样嘛，四五六扔就双方一旦有人就对面有被小爽倒地的话啊，是是是，不自禁啊，跟这个我们所说的对轻轻咒之间会有个较量。曲阜这边的话呢，他地府比化生快，但有一个问题，我在想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比赛打着打，因为对面有盘丝，嗯，那么这边的为回春的一个情况会让化生自己自动变在地府之前，他可以有一个无子晶的衔接，当然也打到了四五十回合往后的事情，是不是？对对对，差不多，对，这种肯定是会有的。是，哎，再封，这边也是因为马被清掉了，马掉了，那这没办法，掉了对对对二速，然后刘云稳固一下自己的三速，是的，现在前期应该是刘云宁志先放。因为也不存在善恶压人，那光辉的话可以往后再缓一缓。对，两边开局阶段还是以抢女儿村速度为主吧。那么其实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有盘丝一边，那么另外一边会降速，但是因为曲阜这边有带地府，那也就是说这个速度一速的话应该不太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了，偶尔的过程当中啊，两边化生的速度圈补上与否，可能会对于后续的速度位可能会有变化。是的，而且你看以前咱们看这个咒师普陀就是直接开花、嗯、现在保底两个点倒再说，而且还有一场比赛，对于珍宝哥来说他会不会吸取昨天晚上的教训，我这场比赛啊，我颠倒我也打得满一点，打得满一点，我不是说就开个一两个就拉倒了、嗯、这个得看一下。应该已经吸取了，是这样的、嗯、今天早上打群楼的时候、嗯、已经是把这个颠倒拉到四个了，是110了，哎，哎，昨天我们来想想，他那个是谁的？地府的吧？嗯，昨天他那个，我印象地府的，应该是地府的，是吧？对，嗯，看今天怎么说吧。高连毒建档，对，他可能第一波不出也说不好，因为第一波先善恶互呼，也是。哎，等你对面就善恶就剩三只，是，哎，不，没有五只的时候，我出不出来，很安全，是，很安全。哎，说实话，其实昨天啊。他这个宝宝在这儿的时候，珍宝哥也没管，没管，他一直在压女儿村，压女儿村，哎，所以也是给了那只宝宝很大的这种我们说操作空间，是，就一直在打毒，让对面这个我们说掉蓝掉血比较难受。碎玉硬控，直接命中。那么这样的话，两边也是有一个互控的一个情况。那么交换过以后，两边看一下还有没有特技的一个补充。这边先拧一下。但是这个阶段来看，一速如果说两边宝宝不换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太会有机会去变的。是，不太会有机会。先叠人心，再给一个。哎，这把知道了，要给女孩村了。是啊，都给，都给。但从开局的青虫来说的话，曲阜是领先的。曲阜领先，对。你看一下这只，如果说二号能神助一下的话呢，那其实可以稍微找补一下。嗯。看看怎么说，是不是还有一只？对，有一只。来，那这样清掉的话，那其实开局普陀两只了。观战方这边的话呢，你看也就是女儿掉过一只，化生刚掉一只，其他单位都是首发桶。是。啊，珍宝阁这边的话呢，化生也是已经掉过两只了。啊，那么普陀也马上要面临着再出第三只宠。那化生这边的话继续补一只就行，嗯，因为他首发掉嘛，再补一只没什么太大问题。嗯，看一下观战地府这边，哎，还是不让落花，对，因为你这个时候还没补颠倒。嗯，因为这边有拐令，所以 对面必须换女儿来控了。哎，中毒在笑，哎，先补光辉。嗯，这种技术我感觉就补两个点就可以了。对，女儿和武装。对，在比赛开局阶段的时候，嗯，哎，双光辉，嗯，硬件在，哎，硬件在，很舒服。告诉你，你的善恶啊，别想乱动，是，最少都得是后边的立皮再说。哎呦，这又清不掉了呀，清不掉了，自己啊，也没掉，也还行，嗯，还行。四个塔，五个塔。
现在如果没有速度变化的话，哪一边也不用先拉这个速度圈，不太用，对，不太用。对，对我这可能是不是要考虑给宝宝拉波金刚了？对，就是屈服这边，对，因为领先嘛。是，刚才其实有两边的宝宝呼过来呼过去啊，屈服的我感觉伤害高高一点，对，他能呼到4500左右，4500，对，对面是一个3000出头，是，所以要不要说拉把金刚？拉个金刚，哎，把伤害再提提，当大家的颠倒拉得比较满的时候，其实紧箍咒有时候也不好给，不好挂，有时候躲避出来真的很难受。对面头上有花，得控，还行，哎，裁判直接上塔了，没问题。这边人再给效率，两边开局阶段的这个特技的一个释放，因为毕竟都是这种，两边加起来猫加花有9个，再加一个车，那么这些其他的特技呢，没有效率来得更加的实惠，是。哎，很稳啊，第三个回头了。不过确实地府开局，哎，他这个宠还是，你看，还是，藏得很深。其实我觉得不给盘丝是个好事儿，你还差盘丝这一个颠倒吗？对吧？就对面是吧？对，是不是觉得是？那我觉得你给了一回合，你13回合的收益，我觉得也不差呀。对，对吧？就感觉珍宝阁打这个阵容的时候啊，他总是要把这个颠倒去露一个在外边给人家控。你说观战无所谓，观战其实、是那地府也就那样，对，地府这样，女儿一宿，女儿一宿，对，那么我打下面3个单位就行。那你那边的盘丝也是一个被主控落花的一个单位啊，是，对吧？有时候其实对面的，你看第一回落花没出来，对吧？是，刚才又没出来，又没出来，两次了，是，一笑应该还能落出来。所以说这个，看武装套谁，桃花生，不给、不给火宠，塌掉了。你看笑一把落花还能出来。是，这边塔还在，哎呦，都补了呀，都补。前面趁这个空档的时候先补了，破甲提前给，就趁现在空闲，我先把这种小特技，小特技全丢了。是，3只了化生，这打了7回合，化生下了3只宠。是的，哎呦，又闪。那这就有点难受。对，节奏还是观战的一个宝宝节奏好一点。对，雪天气，女儿不能动，武装没宠，那武装应该是考虑出宠，化身继续活宝宝。我觉得这把是不是武装先锋？因为两边女儿都等于哦，对吧？那这样子武装先锋，哎，有一速，对，有一速能出手，哎，这边有个花护，那是不是有没有算到这点？出手有，还是比较稳健，也补光，也补光，破甲过，对。那这样对面的盘丝没什么愤怒了，哎，提前效，因为他是落花被效力再加个光，没什么愤怒了，没什么愤怒，鬼眼拉满，因为这个时候说实话，给国产方这边一个啊也在补，就是我觉得盘丝这个点要不要给他？哎，刚好两个这个没有颠倒的单位吃到了。3000，好像没有攻，还有一只，看是不是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差一丝锁住，两边都锁一只啊。但是毕竟曲阜这边轻宠上面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呢，对于自己这边，其实这把把宝宝再活一下就好了。那观众女儿也是被笑过，所以的话正常控了也只能控对面女儿，有花控女儿，有花控女儿，然后看一下武装，要不要套一下对面武装？目前来说呢，还是得就是说对位控。看一下颠倒加鬼眼能不能扛住吧。对面盘丝他肯定是找补着这边的咒捕陀的，对，他先来控咒捕陀。前期的话也不存在点杀，所以基本上这个地府就放了。这个地府对面是不用管的。哎，防重很舒服，控化生，哎，这把没中，不让他保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颠倒，我去控的命中率高一点啊，有可能啊，也有这个可能性。对，先活，毒，毒。你看他毒，他是先优先毒没有颠倒的单位。我来找一下这个，哎，你看看，对，效果很明显。这种就细节啊，那这个是没办法的。对，哎，这个高连没中，5500能扛3下，能扛，差不多能扛。别爆能扛，别爆能扛3下，对。
哦，哎，那这就够了，对，这就够了。善爆，3600，别爆，能扛住。对对，就三下一个，对的，就三下也行吧，也行也行。看一下对面的宝宝，是，哎，千暴击了，难受，难受。也三只了，他化身和普陀的宝宝下太快了，嗯。因为上端大家都不太爱清，因为清了可能让对面拿一速，对，就尽量规避这种情况。这场我比较期待有什么，就是说妙招的点杀或者中了大死亡，两边有没有出坤，你知道吧？就再有出坤的那种出来。但其实我感觉啊，175毕竟它跟可能跟X9还不太一样，我感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明显。哎，现在吃过亏了，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可能说会贴，是就是说这边残血的时候，残血贴四回合，看找个宝宝贴，哎，大死亡了。但是感觉这个阶段来说啊，上个盾也就过去了，上个盾没什么太大的压力。而且如果说你因为这个大死亡跟昨天晚上一样，你执着于用这个善恶和禁疗来压的话呢，或许还会去陷入一个误区。哎呦，再掉盘丝第一只，但是这倒是给了盘丝一个出全力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比赛也看到过珍宝哥在面对到钓鱼岛劣势的时候，直接就是直接冲刺，其实冲下来了。稳一点上盾后边加九凡是没事的， 对， 对，没事的。所以这回合讲道理来说，你直接拿全力的话呢，你就算可以冲一下，但是毕竟这个阶段的零元比较少，对吧？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回合有可能屈服，我就直接一个九凡了。我这个九凡还规避你盘丝下回合的宝宝，是的，一顿一九凡，女儿村没压力，对，没压力了。地府九凡现在没事做，化身拉把防御圈，女儿上盾是很稳。如果说自信的话，连盾都不起。对，化身火舞。对对对，看一下，2200，2200，啊，直接效力，盾不起，盾不起。觉得你没有花招。是的，新出来那只不是。再给，直接再笑，拿化身活了。先大灯，看一下是火舞还是防御圈啊？讲道理，如果说没管的话，应该就是直接防御圈了。火舞了，火舞了，对。对，很舒服。管的话肯定要一起管，对，一起管。对，对面也开始摇铃，摇这个剑荡了啊，看跑不跑。九凡，哎，九凡还是得起的，还起，不着急，因为这边的孤刚才是也有四个了。对的。哎呦，这善爆打不动。啊，验一下，验一下，正常。摇铃失败，一号没跑。那这把因为有九凡了，你就算啊，即使说盘丝那宝宝有问题，那其实压力也不大，压力不会做很多的投资了。对，毕竟这个阶段只有一点零元。是的，观战稳的话，其实他那个我们说剑荡宝宝可以贴的，哎，可以贴，这波可以贴一个。他是在昨晚的比赛就是用那这只宝宝贴的，是是是，贴两只也行，但是我觉得有九凡是不是贴一个也就够了是啊，因为毕竟对面有个大死亡嘛，对，有个大死亡，有个大死亡可以破。但是我觉得求稳一点，这把女儿村就直接上盾了。还连再控有躲避，哎，效果很好。喝酒了，观战踩大灯，那就盘丝落呗。落宝这个一速的出手，那么地府这把有没有可能笑对面的女儿村？还光辉了那么多，还够不够愤怒？一会儿看看。我感觉不够，不够了吧？对，啊，不够了，得毒了。这把能毒到已经算是不错了，没有躲避。哎，宝宝能读，也是因为可能是镜台的关系啊。高神技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我们像之前说的饱满了。饱满，而且现在美女盲目了，可能有的时候去做镜台胚子的时候，也不会去打高神技这个技能。是的。哎，躲避还是顾不中，是很舒服。哎呦，哎呦，两个善爆难受，打不动了呀，再来个腾挪进。还是清你咒师宠，目的非常明确啊，而且回春带的也足够多，继续喂回春。那这样的话，至少对面的女儿村这把精是放得出来，因为官方女儿村有落花嘛。可以放。解一下整体的紧箍咒跟毒。是是的。110，对，知道控不住了，就是24号两个单位的一个宝宝少，就主控你这两个点。对面武装这场比赛还没控住过这边化生三把了，这第三把包括躲避。对，
再一个回春，嗯，就人手四个嘛，嗯，有，对面我相信也有，嗯，再破保护，破保护，嗯，腾挪近七百，哎呦，善报回的，嗯。还有一个闪爆也还行吧，礼尚往来一下。对，大家算是互相挺住了，两个宝宝。是的，女儿有花，那肯定要控对面女儿雪天气，只能硬看躲避了。这把没躲到，那就没办法了。是，对。盘丝塔还在，控地府也控不中，封谁也封不上，难受。嗯，对，对面的武装，哎，我是觉得这样的。嗯，虽然老局他说这个，嗯，就说灵视啊，嗯，就说封印灵视跟这个治疗灵视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觉得大了。从这几场比赛来说，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你说虽然说封印灵视的时候可能也会不准，对，但是跟你带了速度跟治疗灵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大还是有差别，有差别的，对。包括这场曲阜他是三，对，有三封印，对，三治疗，对，他这么带。他能点灯点个六百吗？对，六百左右。对，这是唯一跟别的就是说别人不一样的，他是四只了。嗯。如果这么打的话，那感觉这宝宝耗不起呀。对，那珍宝阁他这种像今天的一个比赛的话，嗯，他大概是在三十回合左右反冲。对，就他劣势的时候都是三十回合反冲。如果这么打的话，可能这个得提前两回合。但说句实在话，你打曲阜这个阵容，你不是打钓鱼岛一咒师一点灯普陀，连台普陀，对对，主要连台普陀。你这个反冲你冲不下来啊！是，就像昨天一样，你除非女儿倒地，女儿不倒，辞起来就好像跟没事发生一样的。对的，而且这比赛还看着往后打，对吧？嗯，往八十回合打都可以打。这掉宠太掉得太快了，太快了。就是再出，嗯，配速来了，配速来了，这么耗感觉耗不下去。嗯，而且还有一个点，这边的这个颠倒给的数量来说啊，它比较合理。我看一会儿下回合看吧，看一下下回合对面的普陀要不要再考虑把颠倒再重新挂一圈。嗯，我始终感觉盘丝这个点啊，那武装自己封不中那没办法，盘丝这个点受限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他自己也没有颠倒，没有任何的躲避的方法。对，啊，这个上四个也没问题。对面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嗯，说实话，孤单靠孤，其实就是仅仅是孤愤怒而已。孤愤怒而已，是仅此而已。嗯嗯，你又没有地府，也没有这种高毒的宝宝。嗯，对面这把武装没有颠倒了，来看个观战武装是不是直接点他套了？是因为脚下也有塔。对。咒师跟武装选一个吧。女儿是不是可以有碎玉控对面女儿村？嗯，有没有碎玉？哦，还是连布，还是连布小控。那武装看一下，控咒师还是武装？控咒师，不让你颠倒，对，不让颠倒。塔还在，嗯，塔还在。落花给清风，嗯，也只能是先活一下。嗯，宝宝都管，宝宝都管不了了，管不了。他天然这边女儿有个我们说优先控制，那起码就是基本中了，对面都会中轻霜，因为你也会行动嘛。对，那就也是上了一个我们说算是有毒单位。哎，定神香，定神香来了，细节，细节，就这种当放你盘丝就是出手的时候，就知道我这边是该干嘛了。对。哎，神一只，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但我感觉这缓不住。现在不是说神一只宝宝能缓住的这个阶段了啊。嗯。女儿还控女儿，然后这边大概率这下可以控盘丝了，就套你盘丝。嗯。因为武装现在对现在对武装只能摇摇铃了。对，摇摇铃。清风过去啊，再加库菲应该是没有晶晶的，没有啊，因为没有大的这种说传统输出给予这种血量压力，应该不够的。对，我是觉得这边地府可以提前笑，是笑对面武装。嗯，看一下这边地府会不会选择提前笑。是，真的地府现在太自由了，对，基本上也没人会管到他，摇铃也行，干啥都行，是啊，什么操作都是对的。嗯，起鬼眼也可以，对吧？鬼眼现在已经有了，就可以干别的了。对。
再想赌也可以，就现在比较符合地府围绕，反正不是小死亡，对，你就随便出。是小盘丝落过有塔，那是有可能会金青的。哎，控住时控不中，颠倒加鬼眼，好用好用。笑里，那这个笑里是防止笑你咒尸吗？他也没开啊。对，寡玉啊，也就当风中了。这其实没风中还挺好。哎，还有效，还有效，那也没愤怒了，那也没得有大特技了。对，顶一个仙姑。也估上俩，但是说实在话，这对于曲阜来说啊，估上俩对于我这边一点压力都没有。现在没有压力，对面还是得想办法找补一下金青。是，哎，从头到尾啊，包括昨晚打曲阜，我们是没有看见金刚怒目的，对吧？没有，没有，昨晚是没。对，昨晚可能是有放，但是被笑的比较。对，看一下今天，看今天吧，不是看这个架势也出不来是吧？也不太行，也不太行。目前按照这边的这么控制了，真的就只有金刚怒目，或者像刚才那种提前落花，提前落花喝酒喝酒。但是其实现在很危险啊，落花回合首先他能刚才那个定身来说就已经可以算回合，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如果我真的不为定身伤的时候，我用我的地府去笑一下宁远村就可以了，对对吧？那我不扣药的话，那我就算好回合，你要落花我了，那我直接给你提前笑一把。这个酒一段喝进去晕了。是，哎呦，坚持不给你颠倒，这把就是没中。空话声、终于是中了，也是没颠倒了。看一下观战会不会补啊？现在观战的颠倒回合数也是到了，我觉得都得补第二圈了。第二圈可以上。要补了。而且双毒，对面紧箍咒满了嘛，对吧？对对对。你咒普陀应该是回归到再补一圈了。是要补一圈了。得补，观战方应该也得补，没有什么理由不补，也补给武装吧。先不给。也行，因为我觉得他女儿村应该不太会被控。对，哎，也没什么危险、啊。是是，到现在来说，那给了也就给了，也无所谓，无所谓。反正给了之后也13回合嘛，哎、回春再吃很舒服。武装好像一共吃了俩药，俩回春。我是这样觉得，他这边吃可以，我觉得女儿尽量先别吃，是这样的。等到对面开始进药的时候，如果有进药，开始进药的时候，我的基数大，18个，还可以少进点酒。对，你不像今天早上也是齐云龙那样，那除了你，比如说连续5点零元都给我进，那我没话说，是对吧？是。但是如果保持18个这个基数，那你来1点或者说2点的进，那还行。我觉得这边可以考虑一下，就女儿的药慢点吃，慢点吃，对，也慢点吃也行。虽然说早吃早享受，但是。如果领先的话，我觉得可以慢一点。对，哎，刚刚看到的话，好像盘丝一回合连毒带孤2700多来了吗？但我觉得意义不大，大死亡就剩一回合了。但这个肯定不是为了大死亡来的，是想去稍微打破一下局面。来，开扣了，那扣一定是扣女儿。回春和舞龙，对，回春这样的话，给你去把酒给你打了掩护了。是，哎、所以说基数大。先保留着，是，再来预判。那这回合好像没有九番了。那这大死亡贴保护，俩大死亡，因为还有一回合嘛，也不会再刷新回合数，所以说也就还好。颠倒再补给化生，保证即使倒了起来可以有活血。但是，哦，神佑了，神了，上个再跟着没办法，没办法。但是吸也没有吸了，直接没了，没了，直接没了。哎，也是去拍。哎，神了，哎，直接拍掉，拍掉。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宝宝拿到一把压人的效果是很好，但是你说对于整体战局，因为毕竟这种拉锯战，它并不是说你倒一个人比赛就结束了，是，所以说，影响不大。对，他拉起来就行。对，而且大家看对面的血量，全体过一半了，对，下到一半了，得想办法金青了。这把女儿村是不是有怒目？有没有金青？或者怒目？如果有3000了，3000。这可顶不住，怒目有没有？来了，来了，终于来了。但是武装，哎呦、哦，还好，太危险。但是别急啊，他盘丝哦，好像没有金青，有了，对，有了，没了，没有蛋没了，笑中炸了，是，感觉上把点上还亏了的感觉，是亏了，那还亏了。
效力。这把金青说实在话太关键了，太关键了，太关键了。那也就是说昨天的比赛啊应该也有这个被笑中了，就是被笑太多了，被笑太多。哎，那观战要重新控制，对面稍稍缓一口。那这把官方女儿村能做的操作很多，哎，再续个灯，很细，很稳，稳。他知道这个比赛，对，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差不多都是往后打。对，今天而且是120分钟，是着急不了。对，就你一点一滴的打，就说省着药啊，不管怎么样节约资源去打，是没问题的。对，你看他连酒都不喝，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喝酒。是，我上来一口，我这个回合先上个盾，下把把你女儿村再一控就 OK 了。对，嗯，其实最关键点就是，其实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珍宝哥肯定是劣势，是就看他怎么冲。但这个回合我在想啊，对面的盘丝的落花 CD 到了，但他没宠，官方女儿村要不要特地圈，先圈下对面的盘丝？但是圈盘丝的话呢，首先对面女儿能动有花，对，其次如果他盘丝出宠，你这把特地圈白圈，我估计他不会了，应该不会，不会这么赌啊，还是给你玩啊，是，这是最稳的。他保武装或者再套，再套咒不让你起颠倒，哎，没中没办法，那没办法。那这边。可能要起大灯了，嗯，再接下来武装要补一下大灯，要补一下了，嗯，再补就是了，对。颠倒还有一个问题，我就像昨天我也说到的，对面女儿村是不是在适时的回合里边用这个百毒不侵？可以。我是感觉效果真的是不错的，而且他那个持续的回合，哎，摇跑好了，那，那要这样的话。百毒用不用的估计两说了，等一下先看有没有第二只，看一下吧，有没有第二只。不好说，因为平时在聊天看他们这个选手有在弄，但是有个问题啊，弄的是剑荡镜台，弄的不是这种说镜台的高连然后带剑荡套，是啊，武装掉第一只倒也还好，但其实啊，如果按照这个局势发展，他即使没有这样的宠了，他拉善恶出来宠轻宠也是他优势，宠轻宠就行，对吧？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宝宝的战略意义已经达到了，达到了，而且说实在话，我估计昨天晚上他自己都没想到这宝宝能活那么久，摇铃了，法宝大战开始，来九凡还怕一号有问题，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太会，但是这个九凡防的好的点在哪儿呢？下回合如果你的武装出的也是，我也给你规避掉了。哎，宝宝也拉上金刚护体，就相当于全员拉满，正常。再来试一下，对，俩恶爆，哎呦，这就9000了。铃铛好用，武装那出宠吧，出宠吧，出宠，出宠吧，正好你在封印里面出了宠开掉好像也可以，出宠开掉然后后边大灯，对，那就地府再寡欲令给咒师，给寡，哎，寡欲令就行，神武龙，对，没问题。或者如果说这把不寡的话，那就证明他扔个法宝，对，他先扔个法宝再说啊，可扔三个我看啊，如果说这把开武装他这把寡欲令，其实要不要就这样子，这把寡欲令那个普陀武装出宠，普陀直接颠倒给武装挂上，对，我觉得也行，这样的话下回就比较那个四个单位的颠倒都已经挂满，下回就可以开始做其他操作，解除后顾之忧，对对对，哎，那整体按这个颠倒挂，对面如果冲的话他还是得欺负地府，跟昨天一样，但是对只能欺负地府，是，但是点地府秒没啥意义，对，只能点地府秒了。哎，有金青也可以，金青那也行。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颠倒武装。还是颠倒武装。嗯，花女儿，这回合说实在话，我觉得可能就先看有没有电神像。我觉得这把是不是就没有了？没有，我感觉。我觉得这把可能没有。扔个无魂，抹个毒，继续还是这种战术宠。这只是有大死亡的。大死亡的。颠倒起，观战房咒师这边是不是也颠倒武装？哦，直接先呼了也行。但是整体感觉上来说啊，就是珍宝阁的普陀在使用颠倒五行的次数上还是我觉得过少了，少了，虽然对面是两封，嗯，但说实话地府的毒跟普陀的紧箍咒对你的限制其实也很大啊，你这个颠倒多上两次也会使得观战方这两个就是说除了两封系以外的两个辅助单位他的这个出手的行动回合效率会降低，武装补宠，因为女儿这把动不了了嘛，对，化妆补一个，化身活宝宝，对，咒师这边可能看颠倒还是我在想这把有没有可能地府预判寡欲令给武装补了，
我觉得得补，关山王也得补。预判我开这个咒师是可以，可以预判开咒师，直接去补这个寡欲令。三飘来没中，没中。大灯，现在大灯也行，也行。那反正我就下把再出宠吧。连环套，连环套没中。没办法。塔来看一下地府有没有寡欲令的操作，不寡欲令就读盘丝。哎，预判寡欲。这地府啊，真的自由程度太高了。是。其实他整场都在我们说打一些算是辅助性的操作。又来了一个大死亡，到最终他那一下小死亡是最关键。是是，还是来来这个时候开始相对的打一打进攻了。觉得武装这个时候的颠倒，反正我下午可能还得再出宠。贴一下、也没那么着急。因为这种两边都上这种阵容啊，轻宠除了铃铛摇跑之外，就完全依赖宝宝。完全依赖宝宝。如果说运气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出上报出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这宝宝清不掉。对，那我这二号被飘中了，稳一点贴女儿呗。贴女儿，对，是稳一点贴女儿，贴手女儿。当然对面好像也没什么能把女儿村打崩的宝宝，是没有他就正常的这群。对对对对，没善恶嘛，没什么太大的花招。当然就像七日说的，那我贴着手那就最稳嘛。对，最稳啊，最稳。飘，哎呦，飘了寂寞，飘了个空啊。哎呦，这这武装你看，就是封印灵士跟治疗灵士的区别，我觉得 是不可能这么多次不中吧。 对有颠倒就不中了。对，在这我觉得是硬抹毒的，硬抹毒，我觉得是硬抹毒的。对，还你一手，再来。有晶晶，你看晶晶基本上都不回血，都没有绿色的字，只是单纯的把这些异常的状态解掉。是的，那有晶晶这二号可以出，刚才是出手了，没问题。是。哎，那又得重新控制了。我觉得这也别控制了，先把颠倒补了吧。你这盘丝我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你好歹观战方三个点的，而且化生这个关键的点有，对面武装控过来也确实收到效果了。我跟你说，我感觉观战他是现在这么想了。只要我有颠倒，我不控你武装了。是，我觉得观战的思路这样，因为你水你就套化生嘛。对，就套化生。对，你就套化生，我这边不需要治疗量，也是，对吧？对，目前不需要治疗量。对，那既然你水，我就放你继续。是，放了。他应该是这么想了，我就控你咒。女儿跟中，这把没中，这把没中。你的金刚怒目，但这把没封中，有花了。套咒师，那盘丝这把有晶晶，是。晶晶没问题。但说句实在话，这其实这比赛已经这么打，已经挺被动的，挺被动，挺被动。这种金刚怒目去晶晶的操作呀，并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要去打进攻或者很流畅的状态，这真的是被逼无奈。被逼无奈，你一个单位想精清啊，是精不出来的。精不出来。善报，你看善报，宝宝就清不掉。有花，对面女儿村也不太敢动。不太敢动，而且他金刚怒目其实他也没什么怒了，对吧？没什么愤怒。就看这把塔到没到，上把我忘了是十七还是十六、十七回合左右的塔，看这把 CD 到没到吧。如果到的话可以再起，但是官方因为这边有那个头上有花，不太敢大动，我觉得是要不够可能摇个零。这边看如果鬼眼也上塔，那还有把连布，还行吧。那这把连布控出来的话呢，也可以使得自己的盘丝有一个出手。对，中了，得亏是中了一把呀，真不容易。预判不寡欲令可以预判啊，鬼眼也行，对，鬼眼也是对，都一样是。双孤，这把没有躲避，那也四个了。那其实观战方可能也得考虑一下这个。要精一把了，对，要考虑了。要精一把了。下回合看一下郑宝阁有没有提前的孝女儿村的操作。五千丝，差一丝，差一丝。清掉，终于清掉一只啊！咒不说多啊，非常困难。对，这是首发宠。对，首发宠啊，七只啊，对，可以出，继续出。他不会自己吃个五龙秘境了吧？
没必要吧，好像也没必要，我觉得没太必要，没太必要。出逆境宠是不会得优势的、嗯、啊，哎，但是知道这个逆境是个那个，是个也是个高毒，哎，那就不那就可以，哎，对，逆境是高毒可以，是因为舞龙，我觉得观战方应该是不会消耗干的，对，我觉得优势是要继续冲，哦，那是不是直接有轻轻？是不是直接有？嗯，有可能，看一下谁，啊、嗯，行，哎呦，这个如果被惊掉。地府刚才补了个光，看看咒师普陀。嗯，地府，地府，哎，那这白给，白给，落花也掉。战宁，很自信，是觉得我一定能惊出来、嗯。我化生是直接是给效力的，是的。啊、哦，化生凝滞。凝滞，对，给凝滞。嗯、其实今天早上，对，郑宝哥打群楼的时候，是很多回合都默认自己被封，对，直接给鬼气的。是。有花，对面女儿。刚上过塔，那也不够，不够，不够。只能说，节奏是现在双方缓下来了，因为对面宝宝不掉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就这么打就可以了。但也仅仅是。我觉得也仅仅够维持，对，够维持、嗯、有花控你，而且在被宁国之后呢，花生掉到八速的这个流云得补，得补，继续控不让颠倒爬掉，这回有点像又预判了啊，嗯，这回可以预判了对，再躲我觉得有点像啊，是啊，摇摇零也行，摇零也行啊、嗯、俩零还是摇给宝宝最少的两个单位，嗯，顶一个，嗯，哎呦，好用、哦，化生剩四只四个了。刚说完宝宝不掉的话呢，就还好，但这要是二号再一掉头，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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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样的，选手的心态会有问题，是可能会逼着他们提前冲，你知道吧？会逼着他们有想，哎，得出宝宝冲了，再这么打打不了了。是，如果说你缓和着就宝宝还站着的话，那他们还会去想我怎么去周旋。对，毕竟药还是比较多的。是多，但说实话，这种阵容我觉得药多其实没啥用。没啥用。哎，因为本来这种阵容，他也不是要打你多少的这种大金九转。是的。当你要消耗大金九转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是崩了，扛不住 了。对，崩了。这把可以拐位令开，省一个舞龙。是不是得笑对面女儿了？关金刚东应该有哦，还是两回合塔了？嗯，没给摇铃，继续摇铃，再套盘丝，啊、也中。如果化生这把没出宠、啊，先给个笑礼给化生。如果这把没出宠的话，下回合直接逆境。但如果说这把化生把宝宝补出来的话，啊、提前给，嗯，那没了，那没了。先活，哎，那下把直接拿逆境。他也有一只那个地听、啊，地听逆境。但是他地听逆境，我记得是在咒师普陀身上。是，但咒师不能换了。不能换了，换了战。化生，看看还有没有那个逆境吧。啊，有的话，化生出一只，那可以省四个乌龙。是的，开吗？哎，那没有，那没办法，换不出来了。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在咒师身上，这局是换不出来了。哦，开了俩，那没事儿。嗯，没事儿。那女儿还控女儿，女儿控女儿就行。对，武装还是套你套咒师，套咒师，对，不让你起这个。对对对，不让颠倒，不让颠倒。嗯，那观战化生这边看是拉金刚还怎么说？我是觉得可以拉金刚。最后一个回合没有，还七回合。那观战方这边是不是也给自己的女儿村补个颠倒？嗯，可补。看吧，他觉得可能现在我先，也有可能先估。对，控制权估拉满了，估那个盘丝去，估盘丝。反正就找补这没有颠倒的单位。对，哎，躲进去了。他是不是想喝酒精枪？有可能，但没必要。我感觉没太必要，而且这个也不躲零吧？是啊。来看一下，一个九，两个五三。嗯，抓一瓶酒，他好像没喝过酒，这是第一瓶。对，第一瓶。嗯，也就还好。嗯。但是手动躲进去喝酒去走精青，这是一个什么想法？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嗯、啊。而且因为躲进去之后呢，这个化生也没有猫头鹰，这个防御圈还没拉到。是的。
对面五龙吃的倒是真是还挺不太节省的，神一只虫吃的挺多的，对，吃挺多，唯一解释药也多，只能说他带的可能说多。封天气来了，两边俩咒师的紧箍咒的伤害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这会儿怎么说，我就直接喝一瓶酒然后直接破出来。不过你若说你不出来的话，好像这个阶段有点四打五就相当于大死亡了没什么区别，感觉得喝酒破出来。但大死亡两回合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也没什么威胁了， 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得喝酒破。但你喝酒一破，是不是对面这把要么落荒你撂，要么效力你？是，我觉得。等会儿我们来看这个操作是个什么想法啊，暂时没太明白。会不会点错啊？那只能这么，但是失误了，只能觉得失误了。是，因为对面也没换宠啊，对，他没换宠，那只能喝酒破出来。但喝酒破出来得套盘丝，得套盘丝，破不破？套盘丝破了，哎，不让你套，破了，效力，哎，笑盘丝也可以，不让落花，对，笑盘丝也可以，还有，哎，这个其实是明的，没办法。就说这个回合你只能破，你不破出来你在里边没用。但是你破出来之后呢，对面毕竟都是这样的阵容，也就是说只要是去给你效力一把，你这个大酒就没有了，是，那等于是两瓶了，对，两瓶酒了。观战方这边的话呢，也是零元比较多，直接选择先拍了一个尺给对面孩子，要把这个打蓝灯孩子先给他清掉两尺，那宝宝过去好像不太扛得住。看一下力皮皮多少，6700，再来一头，那这孩子不省走了。9000，清孩子非常果断啊。其实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曲不孔庙跟群楼打的不一样的点，是就是，当就是郑宝宝想出一些缓节奏宠，比如孩子这些来说的话，曲阜会第一时间把它处理掉。对，就无论是地听，还是说这种我们说派金手银使配合 DP 也好，是，他很果断。对。因为你这种阵容，说实在话，林元掐手里边没必要，没必要，你该扔就扔啊。是，你看今天早上群楼最后8.0元的武装怪，依然没有说打出很好的效果。对，这就是说实话，你那把三地厅，对，三地厅结束了。对，而且你前面你那个时针羊那回那些宝宝也没拿到什么收益，就一个地厅，其他都善恶。对，也在笑。这样的话给三，哎呦，躲避又飘了个小寂寞。是。控不中啊，哎呦，真控不住，任务还了，不让出宠。哎，由于自己观战方这个时候反倒是想把速度全面往上提升了。速度圈来，那其实说实在话，速度圈来两边毕竟都是对等的，我也可以，我也圈，对，毒又抹上了，是，再一个大死亡，大死亡倒是因为挺多，拍的多，拍的多，中的也挺多，就无限拍了，是。哎，给化生了，知道这个阶段的话呢，自己的化生那个出手率也比较重要了，可能嗅到一点危机吧。因为毕竟这个阶段女儿村动不了啊，是，等于是暂时的一个四打五。哎，你觉得观战会不会补一个地呀，啊？就猜对面换。这个他化生，就对面化生敢出啊？出一个没用，我觉得。对，出一个没用。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即使说现在观战方女儿村没有颠倒啊，就是你其他单位的抗性，你单一个地厅压不崩观战方，我觉得不会出。而且对面的女儿村也有智化，你说这个地厅出来刮什么宠呢？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都上盾，上盾。你如果真的出的话，就是硬骗零元，但是我觉得骗不到，骗不到啊。一边有智化，一边抗性高，我觉得这个地厅出来，你说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吗？我觉得不太有，最多就刮个宠，刮一下对面咒师的宝宝。对，只能刮宠。你看不出，他出了个正常的宝宝，就出了个童子嘛。我没这个时候地听确实收益不大，哪怕他想偷摸的出个全力力劈，我觉得都比地听好，都比地听好。对，看一下这只有没有花招啊？对面是中了个大死亡，也还了一个。对，不对，是俩了。武装跟盘丝都有，就这边也都有。对，也都有。但是对面现在是没有什么进攻能力，就看观战方这个时候出的这个4号。出来女儿加迪是合适了，对，加迪加真阳，
那地府得挂谁呢？地府也挂不了，只能给摄魂。他只能点盘丝，只能给摄魂。现在他没盾，对对，我估计他也会盾。是，盾加九凡是比较稳的。对面武装是不是直接九凡在圈子里边？对，哎，盾加九凡是合适的。是，女儿盘丝盾，闪不闪光？不闪光，不闪光，那也是个正常。水自己啊、嗯，那就正常中。他这个九的回合是不是刚刚已经不多？可能顺便紧箍咒、啊、对对，紧箍咒应该是紧箍咒，嗯，啊，也得上九番，对，也怕出问题，怕的怕的，再摇铃，都摇铃，哎，不摇四号，觉得四号一定没问题，哎，没问题，啊，烧哦，直接烧掉，那你反正烧不掉，就肯定是正常宠嘛，四千才掉这么厉害，接近一万二，也是个静态，接近一万二，真的，哎，还奶了一口。唐多进2600，这不唐多进5000多了。对，他们现在就是把宝宝的血量极限加高，嗯、就用唐多进硬顶。是，然后反正你上个拍过来，基本上也就4000-5000到头。反正我这边如果出腾挪段，能扛很多下。对，对，不出就是三下走。嗯嗯。宙石被控了，那这时候宙石看一下这把有没有法宝了。是不是上塔？塔是不是到有塔？肯定塔、啊。对，有塔升塔。没塔就摇铃。是。地府这边、开眼，开眼，开眼，开眼。他那个盘丝是不是有毒？我们来看一下，有毒啊，有是不毒，那就是开个眼就行，好像。嗯、不让落花，中了，命中。再来效力，哎，点花生，对面开始憋宠了，花生，花生不敢出了，四个得顶一会儿，嗯，顶一会儿。顶十五个回合吧，真封不上了。这命中率让人看了呀，真的是摇头，摇摇头，摇头。对面也算是还了一手吧，也来打打毒。嗯，还是要贴一下这个高血量的 A， 等、哎、一下缓一口吧，是缓一口。五号三个可凶了，缓一口。2800，看有没有腾挪进，有腾挪进顶得住。嗯。哎，疼了啊、那可以一次锁住，活满，很舒服，可以活满了。是。地府的塔刚上，嗯，应该没有经女儿村水过自己，他之前倒地也没有。那这边，愤怒点呢，还集中在后边。而且上把武装，武装效力的。嗯，这个时候愤怒其实也不用很着急放，不用很着急，我觉得还好，但可以准备一下。是，后边两个单位吧，就普陀跟化生，看什么时候有。哎，不让武装动，哎，没中，又躲掉。哎，对面今天三把飘了个空了呀。啊，再抓，看一下，就抓九吧，就看抓九的。哎，来，有没有？没有。俩九转一个小三。对，俩九转一个。抓了三把了是吧、嗯？三把。抓了三把了，三把九个药还有五个。嗯。五个里边是不是得有四个九？得有，是吧？得有，全是九了。下把再抓，有了，对吧？就小俩，就小俩，是。开掉武装，嗯、都守魂的。对。就这种带药，反正因为知道你肯定没有那种阵容，没有那种很对吧极限的，就是说冲刺阵容，我就抗风就行了。对，就抗风，就藏神少带点啊，藏神没太有用。嗯嗯，就抗风就足够了。头上有花，控对面女儿，38回对面女儿村可以塔了、嗯。如果不是这把塔，就是下把塔。对，效、嗯、果对面化生了，那武装我觉得。嗯，是不是还是放对面的一个武装出手啊？就我有电脑就放，反正你这场就是水，还是套化生跟咒普陀？我觉得还是套咒师。嗯，不过咒师有个颠倒，那是不是套化生？或者他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看一下。嗯，技巧接着读。对，哦、哎，这场管你了，这把管你了，没中。就无限换你地府的回合，但说实话，地府也闲呀、啊。闲。啊，这把反套中了。地府流云还是要再拿速度，曲阜整体要把速度往上提。嗯，活满，那还要清四。
我觉得曲阜这边是不是也得给自己的女儿村补个电灶？下把说你下把寡玉可以，寡玉令补一个是吧？因为你这一旦说自己女儿村在里边的话呢，其实也挺难受的。不过好在这把是封住了对面，对面女儿村下把控不了，只能上塔。是，那你塔了开了之后，下把是可以控对面的。现在局势算是僵住了。也还好，我觉得曲阜这边还是有优势。地府的药耗的有点大。他地府是因为开局带的那个高连，对，带的那个高速的高连，所以说可能药掉的多一点。塔来了，摇铃，寡玉开掉，看看要不要给一个这个颠倒五行，对，直接水掉，把紧箍咒也水掉，很舒服。那这可能就不颠倒了。孤对面，他盘丝没有孤，是不是先孤盘丝去了？先孤盘丝化身又一起，先孤盘丝去，很舒服。铃铛没跑掉，好疼。五号蔡一丝，这边也贴一下。五号被清了，武装还有六，武装多，到时候还对面武装女儿是不用看的，但 是两个单位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宝一掉呢，这本来这回合可能还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能不能把官方的这个四号打残或打掉？那这样的话，你一掉之后，一来一回又差一只虫。是这回官方，我觉得主效力了。笑女儿，对，笑女儿就行，笑女儿或者说武装套盘丝，套盘丝，因为你没有那个嘛，你没有那个颠倒，是，可以尝试，是。两边风系过多，说实话我稍微有点怀念女娃木。直接笑掉啊，不给任何的机会。那也行啊，武装在笑。三笑，不给任何的机会。会不会四笑啊？没有，那应该不会了，因为花生有塔都没笑的。然后无魂。颠倒，对，也得补。只不过晚一回合，不然的话，这个紧箍咒可能吃不到。是。现在这个阶段都是正常冲。这种真的是互相猜，然后拼细节。41回合。药品方面，虽然说地府少，女儿被扣，但是化生、普陀、武装三个单位现在都是16个药，就这个药吧，打到85没问题，绰绰有余。对面吧，其实药品也很多，但是他的宝宝掉的太快了。而且你真说是，药多呢，那其实官方这边也没说落后多少。再效力不让落花了，对，空蓝嘛，空蓝让空愤怒，对，空怒来。五号这边有没有防范，上了个塔，无字经不让九凡，但是防御圈起来了。宝还有大死亡的破保护的，先来看一下两叠了，两叠了，关键得两贴的最少。看一下孤，那这回合应该是能出手，是一贴不够的，那硬靠神佑嘛，看一下好友会不会贴。有贴，那就没事，没事了。对，再去破一下。1800，你看又是那种4000-5000血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这是把那个渡劫打掉了。渡劫了。我是觉得武装不给真阳。少了点，这个效果就不好。对，哪怕是两滴，而且你这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么多贴保护的单位，这个破保护的单位，对吧？两贴足矣。就对面的节奏，反正是颠倒女儿，如果拉起来，我有机会，真的被我找到机会禁疗你一把再压倒，其实就冲了，可能是有机会。对，我就也不好冲，就是说能稍微有点机会吧。对，有点机会。对，可能就会出2只到3只这种地听出来搏一搏了。出地听博嘛，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出全力？地听博掺杂的，地听博全是颠倒，地听刮就吸了，对，只能刮宠，只能刮宠，是。
任无魂不让武装啊，就凡来了，那没事儿，怕你再玩。对，反套，哦，那我觉得就没玩了，就没玩了。反套还不如禁疗。一样吧，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这地府，效果一样。目前来说啊，这地府 MVP。就差最后，现在是99分了，是最后一分、就是。想死亡挂中，对，应该这样。现在98分，哎，98分。想死亡挂中99，哎，扛住无魂，延出去就100分。对，100分。对对对，现在98分，摇跑了，两把摇了两把，摇跑了。嗯，那这个权利也得自力更生了。自力更生，嗯，啊，还行，还行，还能，那这可能还能再玩一把。但我九凡两回合的嘛，还行吧，算了，还可以，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这样，武装补宠，武装多。女儿有怒可以继续笑，对面女儿把她继续笑干。这把是不是先不用笑？上面好像刚笑过两回合，我觉得她不够怒目，不够怒目，应该不够，可以再缓一回合。看一下头上有没有箍啊，撞好像是没箍、应该没有了。对，没啊，没有，应该没有，对，应该没有，对，没有箍。嗯，来，她这把不笑，不笑，下把再笑我觉得没问题。吴陈善直接降愤怒，金青，因为有塔的状态下的话呢，你丢无尘扇它是当前会直接扣的。嗯，但是呢，这个无尘扇好像今天上午打齐云龙有用过两次，也用过，但是我觉得杯水车薪，是没什么用。没啊，不是，你要说扔中了减10点20点啊还可以，但你不是一下减10点20点。而且说实话扔过来也就那一回合。嗯，你第二盒基本上就开掉了，无装再出吧，也没什么出的办法。对面化生是终于补了一只，那再清啊，肯定是这边再清了。对，再清。对，吸一点宝宝再贴，但是贴的话得贴俩，有个大死亡。对，得贴俩。因为九凡过去，咒普陀跟地府的多，就这两个宝宝贴，嗯，即使贴飞了也不心疼。是。但我在想珍宝阁还出全力吗？我觉得即便点倒一次女儿村没什么意义，得有大死亡，只能这么有大死亡的话你还稍微好点，你至少逼观众方换个两只那个养护，是没大死亡点倒没有用的。对，所以不让你挂孤了，就我可以倒，不能带孤倒。来吧，看一下吧，还点，只要两贴就没事，是一贴就出事，不蠢。地府这边怎么说？有那个吗？哦，地府笑的。嗯，那他咒师加敌了呀。啊，有九凡，有九凡，那还是两天。对，两天。因为知道你有个大死亡吗？是。哎，这只还没有。回春没拍。没拍，那倒不了。这回春，这回春背的。白给，看谁贴啊？还是一号还是二号？一号。而且你一敌，我觉得是不是不贴这九凡都顶得住啊？嗯。那我觉得没什么，这么来看没什么机会，没什么机会。嗯，就是四个字，零敲睡打，连敲都敲不动，敲都敲不动，敲都敲不动。对，嗯，因为对面不清一，一身上有个灯，你知道吧？是，用它贴最舒服。对，扛住了，它还能往上回血。对。而且你这样就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循环啊？你的这种说极端宠或者说能够制胜的宝宝，一只一只的慢慢的就被消磨掉了。被消磨掉。以及还有另外我们看到的点，嗯，从昨天到今天他没有出过攻击厅。我觉得就没有。如果没有攻击厅，那这几只我们说，嗯，这种全力五千血的宝宝，力劈，对，五千血的力劈，嗯，到头了，到头了，出完就到头了，就是最后的希望，后边就只有这个全魔地厅了，也就那一手。但颠倒多的话，颠倒多的地厅看着头疼，对，看着头疼，对，把牌如果说力劈打不住，来看这边有没有三个，抓化生去了，抓化生，女儿村就差最后几个不抓了，两个九转一个大吉，没用，没用。其实这边化生是不是再抓一把女儿村好一点？是，化生的话其实就剩，我觉得，啊，嗯，剩点小四，小四可以，对对对，因为怕被冲得太凶的时候，我缠一株，对，哎，抬一口就可以了。是，这个福仙，哦，这应该是个权力，权力有东西，权力压权力，不是对面力劈压这边，嗯，可以，没问题，因为拍了一尺嘛，伤害够了，嗯。这是不是个小失误？
是一个小失误，还是说是佛童了？只能这么理解了 只能这么，反正也清掉了。你不可能用力劈劈力劈啊！对对对，但感觉上来说，刚刚这把扣要如果扣到女儿村的话，你是不是？你已经扣了这么久了，已经扣了40多回合了，突然间转移目标，转移目标，而且也已知女儿还有酒，直接一转移。人开，那要让武装去套。好，先给大灯拆塔，再上毒。是要孤了，这回是要孤了。哎，要孤的。哎，对。毒也抹上，很辛苦。惊魂铃。还是孤，你看他孤就孤盘丝。嗯，女儿好像有，女儿好像是他就是这么被控，是对面的颠倒没了。对，没有颠倒了。那没颠倒，官方可以放心的去孤了呀。对。女儿有花。女儿不，对面女儿不敢动。嗯，不敢动。塔还没到。那再清对面武装宠呗，清啊，新出来的我就清，咒师或武装的都行，我觉得，因为咒师的宝也很长时间没有去碰了，对，好像除了对面女儿宝宝吧，嗯，现在对面盘丝的动不动也就那样，对，没什么太大的花招，嗯，有花没颠倒是没有问题的，不敢的，中套咒师，也怕你这边寡欲令预判太多了，是。但这把应该不会寡欲令啊，这把不会。对，对套盘丝就不寡欲令。对对对，是的。笑塔笑在套里边的。再摇铃。嗯，没问题。打毒，哎，很舒服。再中一大、嗯。再还一个。但说实话，我是觉得这种说能够去扭转比赛乾坤的宝宝啊，真的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但曲阜还没出牌呢。对。曲阜就出了一个五号，但这五号影响不大，我觉得。又掉一个武装宝宝再出。我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虽然说现在来看，宝宝也有，药也有，但是你拿到最后，你的制胜法宝在哪儿？看不到。嗯。逆境这个时候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罩不住这么开武装单了。嗯，武装拿个逆。对，如果武装有逆，的确得要出了。是可以出，好像可以。嗯。而且这样的话，场上的雪宝就有另一个问题了。是，你雪宝宝一多，你宫宝又被清的差不多了，观战方这边的宝宝你不好清。是不好清。对，而且你出雪宝宝，曲阜是很开心的。嗯，因为对这些宝宝立在那，我不用管。对，我也没危险。是是。摇铃。啊！不让逆境，来这个无魂怎么说？哎呦，是不是全部罚站啊？我有点怕。来看一下。罚了，盘丝也没动啊，化生补，哎，化生这儿的逆的吗？这儿，哦，化生，那就武装出个正常虫，对，武装出的正常虫，是，那也还行，那我觉得普陀要不也别估了，对，给颠倒，赶紧给颠倒，嗯，对，这两回合啊，我觉得观战方的武装，那个对战方的普陀也不要，只要能动的时候，赶紧把颠倒都补了，嗯，铃铛摇跑，普陀还多六只，出就行，正好在里边。嗯，我觉得曲阜敢不敢利用这个阶段出个全力，下回是不是右边那个要起来了，如果能配合着这种，其实最理想就是这种，对，今天早上我也在说群楼，他也有一只也是这个位置的，一模一样躺地上，但是就是不配合用，就你每次当他要起来要前一个活拉个地厅或什么出来啊，说实话这个整体的比赛走势不会像今天早上，或者说你给对手的压力也不一样，对，你想今天早上珍宝阁后期是出了四个孩子站在那，是你都不管他，对，难受。再套，没中，那这给个机会，哎，空地府那没办法，行吧，再补个颠倒了。讲道理啊，我觉得再补一个，不要去估，估没太大意义的。哎，两边互相抹，对，两个颠倒。盘丝是不是也给一个呀？我觉得这场啊，主要的问题是盘丝受到的针对太多了，完全没给，这场是没有给的。昨天不给女儿，今天不给盘丝，嗯，就总好像这个颠倒要欠一个单位。是的，
真没差那一回合的紧箍咒。嗯，那观战也可以补。嗯，这个 PK 是真的不用着急的，嗯，肯定是八十回合这个往后打。因为青虫这个节奏，女儿有花，这把有没有可能直接控对面的咒师普陀？不控对面啊，但是清静结束了花，控一速也行。我觉得控啊，控女儿也行，因为对面也有花。而且这两个点，嗯，啊，还是控女儿了。对，还有花，只要你对不躲避是没事。是，哎，啊，这样来控，嗯，是那就可以。是，我这边有颠倒，有守魂，咒师你可以控。有清静上这个塔。以慢控快感觉没什么效果，嗯，不也行吧，毕竟观战方也不可能说我去开武装让武装动，嗯，对吧，嗯，那下把武装可能得去法宝了，嗯，法宝跟效力看选一个，对，再一个孤继续清理武装虫，嗯，善宝，嗯，哎起来了，起来也不运用，我觉得这回合，曲阜还会主要去效力，就还是会打效力，嗯。这个宝可能保不住，就是，如果这宝阁出来的那种壁垒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有高区。就五号嘛，哎，就五号有高区。我觉得观战不运用，既然暴露了，你再去运用就没有这种意外性了。是，而且对面是有人在里边，那么这个九凡可能是会给到，而且那只逆境出来宠啊是可贴对吧？可以贴。直接效力，哎，愤怒不给，反校知道你在里边，嗯，上个九凡，那这边武装被校中了，嗯，鬼眼拉满，那就要清对面那只新拉出来的宝宝了，是，哦，扔，防得这么死，扔个无魂给这个全体兵器，嗯，还过去了，嗯，那还行。对，鬼眼我是为了清啊，清那个隐身虫，嗯，这应该是，哎呦，四千八，哦，有渡劫，有渡劫，嗯，有渡劫，有渡劫，哎，鬼眼拉满，怎么不去清它？嗯，清了，我清，得清，是，因为毕竟是个逆境嘛，抗性没有那么好，嗯，清掉它，你化身其实因为化身不出虫的话，对，它十三个药它就用不了，是，得清。盘丝笑完了，然后对面女儿春也笑了，这边武装，这边武装是立正的，那接下来对面等于是女儿跟盘丝是没有了。关在这边后边的三个单位三个塔，化身可以再把自己虫给提一提。紧箍咒不是很多的，三个其实是不是可以给对面的女儿春也补一个？嗯，好像可以补一个。这会儿好像没什么愤怒，没有，嗯，还是说这把，哦，不过有九凡我估计也不会给五号去再投资了，不会不会，我感觉不会，嗯，再笑就笑掉武装，对，主要还是控愤怒，是打资源，金刚怒目给盘丝，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有的，上塔的回合这边有个金青问题不大，套塔没掉，有金青抬一口把这个紧箍咒全部都解掉，哎，把这个高区想摇掉，破个保护，还是要用高区把它去掉。嗯，其实很怕那种躺地上起来之前再配合别的，出一只 对，二选一的时候你很难受的。嗯，那这个保可能也保不住。嗯。暗房了还行，能，但壁垒你就差一丝再来，哎，清掉那两只了，嗯，这边先去掉再说，不管去掉武装再出，嗯，再出，四只五只，观战房整体的宝宝数量都保持得非常的饱满饱满，嗯，哎，终于飘中了，终于飘中了，这场比赛第一次，真不容易啊！流云要把速度拿回来，因为这个时候之前我们所说的是有速度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嗯，掉的比较多，摇跑一只还行，地府还行，六只，地府六只也多的，这边他妈整体宝宝都多，对，
哎，终于打了53回合，终于想起来给盘丝一个颠倒五行了。嗯，算是对面的颠倒，又第二波又算这又算补全了吧？对，又算补全了。是。这边武装随着零元增多啊，就打到后期我感觉。他全换如果一加你这边不太好顶。对，嗯，我觉得他不会犯今天早上取弄的错误。不会的就是不会，他是直接出了地厅之后直接来，他可能武装提前拿个全力地劈那种。我觉得啊，他出三地厅，三地只要有一只是攻的，是就是一真阳，就是一真阳加那个一敌，对，杀对面谁都够，是攻地厅杀对面谁都够。 是正常的攻地厅出来，我们看见即使就是说不加成，嗯，不加成伤害也很高，都能打一千，对，都能打一千。对，来了，是五号吗？是，嗯，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让五号先拿一个出来呢？就是他武装不可能到时候说我去出个地厅我再去加，对不 对？我这个可能还是个鬼的，嗯。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地府是不是要挂？挂了，挂了，但武装没动。姚玲儿，哎，武装的真阳是他不是想一下子加？嗯，他说给天地了，他应该不会给天地。是啊，不会给天地，可能也防砸吧，可能啊，只能这么说。对，可能防砸。哦，那女儿没了。对。嗯，掉头。这个我以前见过，见过。珍宝哥在最近这几个回合的一个鬼气好用啊，三滴掉头，不然这 PK 我觉得延出去就没了。对啊，没了没了，恐怖。那这边武装的一个宝宝也下来了，因为他出了两只全力。对，两只全力，珍宝哥算是躲过一劫吧，躲过一劫。嗯，赶紧起盾！哎，这只是你说这个还是吗？不是不是不是，不可能连续一个单位带三只。但是地府这个又来了，嗯，还有个精青，你得留点空间给地厅嘛。是。也是赶紧先把颠倒补起来，嗯。他随机的去摸了一下。应该是 Q 了，嗯啊，看一下有没有滑到地厅的可能性。是的，嗯，但是地府这宝宝啊又不好说。但是现在五个颠倒都在，那么武装在圈里，那个女儿有，如果这把要点，那就是点咒师，点咒师啊，而且石真阳可以起了已经，只不过说现在的这种说攻宠没那么多，先不起。我觉得不起，不起，这时候肯定我就不会起，浪费，肯定得到地厅，你至少两只，对，至少两只的时候，是对吧？再配着全力劈，可能才会去起这个。这个时候如果他想拆的话，就用金兽银齿，是去拆七点，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好加的，嗯，因为我有优势，我实在不行我就接着轻宠就是了。我说随便用一点去也行，拆对面，是是，拆掉是。或者就一直不用，我觉得就不用，对，就不用，等64，对，或者你破进64，你马上又有7的时候，你再去拆，哎、对，你这样，如果你一旦想加10个，加不上来了，嗯，你再起个9番，怕一号也是，嗯，回音伞，果月令预判，预判开，再给，就觉得这个时候啊，你武装出2只应该不是了，哎，观战方也确实给一号加的这个金刚，嗯，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再给颠倒，嗯，出了个圣影，哎，哦、出了个圣影，那还是正常，正常，都正常，嗯、都是正常。那一看这一下子没偷塔没成，我先稳稳，稳稳，我先不慌乱，哎，嗯，化生得保五号。僵住了。嗯，这个时候是有点僵了，嗯、但是还是因为屈服宝宝有领先啊，而且这个时候他更多的出的还是攻宠，那么珍宝阁那边的宝宝也还有，但是说你说攻宝宝或者说两边现在互拼清宠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屈服是有很大优势的，是有优势。嗯，我现在甚至在想啊，珍宝阁要不要考虑你也别紧箍咒了，你配合五行法术加宝宝清宠是不是好一点？砸他现在攻宝宝太多了，嗯，不让你砸了。
啥也不让你干，再摇铃，金青抬抬血量，抬一下。因为我武装有金青，那么我就可以有这种女儿村不控对面女儿的操作。是，不让官方活血，看一下五号能不能保得住。毕竟武装的一个宝宝，哎，看一下，那就得自力更生了。但是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公宝宝少啊，而且五号是个壁垒，对吧？你这也不太好清，只能说可以试试，但是不好清。贴一下五号，还有一个，如果弹个腾，好像不用弹腾挪进也能扛得住。最后一下，哎呦，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了。如果清掉的话，武装就剩一只的，可能局面或者说最后冲刺的时候呢，官方武装也得存宠了。对，他就一只的话，那你可能最多也就先出个孩子顶顶嘛。是，因为他也还有15个药呢。因为武装的药是没有被扣过的。而且现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对战方的盘丝3.0元，你这个药怎么扣？扣就扣地府呗。啊，扣完。那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拆一点去扣女儿？你这个9不扣，我觉得你前面等于白扣。也是，他就最后一点吧，就最后一下。那刚刚那把，其实我觉得扣化生那把不合理，对吧？没必要是他最后这下的时候。对对对，而且你已经很明显知道了，他的酒其实没怎么扣到，他也没怎么喝，对吧？你给他留个3瓶酒。哎，第二下才是关键。没躲不掉。换地，那说实的话，我觉得就没啥用。那换一个没用啊？那就化生也出嘛。对，得俩。化生也出。普陀也换吗？应该不可能换那么多，换那么多，说实在话，不给自己留后手了。哦，也没有。要清这只宝宝，就要清宠，就单纯的要给武装把宝宝清掉。对。说白了，用女儿，多的宠换这边少人的宠。那我武装给五号一个天地。这谛听不是笨蛋了，估计不会给他谛听啊，应该不会啊。善宝一口4000，哎，他滑了一下，他应该是拍的四，是四走了，一丝。我感觉啊，其实这回真给天地，如果给的话，我是觉得对面会觉得这个谛听一定能把五号给收了，他的宝宝可能会拍别的，或者是去开封，对吧？他武装也14个药啊，看看，哦，这要打掉，那烟雨了，烟雨了，烟雨，烟雨了，对面都不能动啊，不能动，这敌一家动不了，尴尬，哎，白给，这敌浪费了，浪费了，也行吧，1.0元也就还好，有金刚，有自信，没问题。这比天地还输。渡劫，渡劫歪了，渡劫歪了，白给，开掉地五，1400，壁垒再干一下，还差一丝，没公宝宝了，对，没公宝宝了，哎呦，飞，这一来一回差很多，对，虽然说拍过金兽云齿，但是这宝宝抗性还行。那可以寡欲令咒普陀了。对，3个孤一直在，那么颠倒也有，要不要？这把应该是给效力的。如果说进攻之前把颠倒补好，也就是说在接下来10回合，你就算出魔帝听，我这边武装没压力，对吧？对，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观战咒普陀，我是或者说地府啊，我是觉得可以换个地，防对面下把再地。我觉得有颠倒就不怕，有颠倒就不怕，因为你没有攻的，你法的说实话进来，我这边上端2个高速单位都有颠倒五行的，哎，加底了，哎，看一下，哎，对面看看，那是压盘丝啦，看小死亡，那是不是压盘丝啊？没中，就看这个颠倒五行了，是盘丝好一点，还压哦，觉得你不会开，是9番，9番一个，再低，那就要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贴保护了，是。看他那个法防，那个死亡宝宝是破保护是还是说贴的？是，好像是贴的，我觉得像贴 的，他没动。哎呦，12000，有紧箍咒啊？倒了，还有倒了，那这好像就加速比赛。怎么说？现在99分了，现在六九十九了，六速，对，来看怎么扔啊？
对面就一个四五的衔接，观战方两个扔两个，你好像没办法，两无自经嘛。啊，两无自经，对，两无自经啊，两无自经。嗯，延出去，延出去，把一换十个真阳令旗结束。对，来99分的一个地府，能不能加上这一分，就看这个回合了。对，很关键。嗯。笑里觉得你不扔，或者就硬顶。哦、嗯。哦，怕你再玩，就怕你再、哦、怕再点。哎，那扔那也得出去了。但他有逆境的空间，还有个逆境的那个地厅。地厅。对，还有个逆境的地厅，只能这么解释了。好像是。只有那个逆境的地厅能救。嗯、是。但说实话，观战方要换两个到三个，这回你是要清掉我化成这只对吧？这只权力，你要清掉。我换一个出来。对，换一个出来。你逆境，你逆境。我下把是但是下把推。但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时候的宝宝没有说那种全都是很极端的宝宝。我是觉得出来一对一刮对面宝宝就可以，不点人，点人也点，但是我点着俩宝宝秒也行，你宝宝都没了。那要是这样。反正我也研完了，哎，来了，对对，全换，下回合就不让你逆境，是，全换下回加十真阳，是的，哎，没女儿在了，你也真不了我武装，我这边女儿不用考虑，是去争你女儿，收了，我觉得是，而且收了，而且这比赛双方大概率是不会带这个相思寒针的，对，我觉得带相思寒针你真，哎呦，还扇爆。好像还给了个扇爆，这回合武装把真阳令旗加上，基本上是要收场了，要收场了，来吧，风止意难平，7.0元的真阳令旗，今天早上其实群龙那里我就想看，但是没看着，他没有这种阵势，是没有这种阵势，他只出了一个地厅，这边我跟你说不好说啊，对，保底两只弓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时候几只弓的已经不重要了，对面没有多少颠倒，起来，哪怕是全魔的也能刮出来了，也能。把宝宝清光了，对，清光，清光了。嗯，地府直接无间。对，哦、这种配合逆天，真的逆天。对面有几个颠倒，是不是就一个？化生，哦，没有，那个盘丝也有一，但没啥用，没啥用啊、没啥用。但如果是弓的，弓的直接拍死，对，拍死了呀。对，无间来了。是不是当然用无间也行，如果稳的话也行，对，如果再挂也行，对，都行，都可以，对，反正你女儿起不来。只不过无间是为了最大化，是输出最大化，是这排宝宝都能享受到。对，这回合卡的会有点久，因为四个眼，哎、对，四个眼，哎，四个眼再加一真阳令旗、哎，十个的，这是第63回合。嗯，这对面我只能说法宝传奇了、啊。法宝传奇也救不了，一对一救不了，救不了，扔四个，然后四个都跑。这不太可能，太难了。我觉得最大极限阻止两个吧。对，阻止两个已经是极限了。嗯，来看一下。慢慢等吧，这回合时间久一点。时间有点久。时间久一点。现在是时间也还早。嗯。这没得翻，没有救。嗯，没有救。这直接就是没有救。嗯。他跟今天上午齐云楼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这没得救的。有地府啊，嗯，对，有工地厅的确，就你最后的这种说你在收比赛也好，或者说你要去打开局面的时候，你的这种说方式是更多的，更多的，因为毕竟你现在说出童子也好或怎么样会有隐蔽，他就一下，对，首先是救一下，再一次你单崩一个，好防啊，好防，好防啊！说实话，工地厅我打四下。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画面。是的，来先给谁？先给自己 的啊！来十个，哎，来真阳令旗全屏拉满，拉满，这顶不住，这黄灯警告，嗯、没中。嗯，其实我是。这不重要，不太重要，不太重要。来，小死亡给武装，那就公的先拍武装嘛。是，哎，中了一个，但后续官方还有这边的一个灵元渡劫宝，怕啥？那就是中斧头这边了，再给一个，也得平着拍啊，对啊，平着拍，平着拍。但我这边咒师还一个呢，是，中斧头，讲道理也给三，给三，哎，也给三，谛听大阵。
先来个攻的，但是这个好像就吃了一个真阳令，对，就吃了个真阳，嗯，而且还被拍了一下，所以说伤害稍许有些降低，但这但不影响，不影响，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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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下，贴住这边，这是个法的吧？哎，这像法的，还是说这个是也是攻猎攻？他这样的，先把法防单位打掉，是魔地厅来收其他也可以，嗯，毕竟灵元多，对。下不是，我是觉得这样，他那个三号应该是个魔地厅啊，就这样子把伤害拉满去刮其他的单位，把高法防了先摁掉，看一下是不是？来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哎，全是攻三攻地厅，国标之王，两万七，大死亡，倒了，倒了，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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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第四个攻的吗？受不了啊！哎呦，那。不是，主要是他也没加那么多，对，没加那么多，没加那么多，对。但是你真拿出四个来，别的团队现在正在这个眼红啊，有点离谱了。主要是加不上那么多灵元，对，如果真要拉四个，也不一定拉不出来，没那么多灵元呀、啊，没那么多灵元啊、嗯。再换下把是六四回合还有，因为毕竟你是地府，你地府得挂，对吧？就相当于天生少一滴，对，你还得稍微的去拿渡劫去保一下。是，嗯，可以再换，可以再出，我觉得随便玩了。嗯，随便玩，套宝宝没问题。化身出个魔的去刮宠就行，把宝宝刮掉，这比赛就收了。圆调双岩很稳，对，对，这时候就正常就磨的就行了。嗯嗯。这个灯杯水车薪，跟他半决赛不是八进四的时候打钓鱼岛一样，就是当你大规模人物倒地的时候啊，他这个还不一样，他有地府，是还是那个地，你人起不来。嗯，这么单拍单劈啊，青宝宝也能清掉一两次，对，因为有真阳啊。嗯，神了，影响不大。嗯，再加吗？再加，再加。在家的话是不是也防下砸就行？嗯，给个可以给个渡给个没有渡劫渡没有渡劫得天地得天地哎得天地了天地刮宠就可以了。嗯，哦，碎玉硬控化生，对，不让活血嘛。啊，我觉得哎躲掉两次，嗯，有点难受。哎，跳了跳了，也没敢。哦，不对，他是那个。他是盘丝扔的，看普陀怎么说。嗯，拍尺拍的是这个四。嗯，他普陀砸不砸？砸吧，得砸，砸还是拍尺？是不是怕有那个天地？拍的尺，拍的尺，但是影响不太大。但他还会倒，只要这工地厅还在啊。是，工地厅在。摸一下你，主要是你宝宝扛不住啊。对。其实关战王封不封重觉得也不关键，因为对对对没活血，不太重要，不太重要。对他没活血，对，对是的，他给的尺子是就不关键了。对，还是刮你五号嘛，嗯，点五号秒，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魔地厅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啊。虽然说这场比赛是赢下来了，是，但是你在最后收场的时候呢，就是或者说为什么在你现在局面劣势的时候，你魔地厅不太好创造奇迹，嗯，就是因为颠倒给上之后呢，对于魔地厅的一个干扰太大了，太大，要么吸，要么躲避。是的。来看一下观战方化身还有一只，武装也可以出。我觉得出全力，我觉得化身出全力了吧。嗯。笑掉。笑掉。不让你撸。嗯。哎，这进去基本上差不多了。对，你封他没用啊，没用。他这回其实没用，没用，干啥都行，对，干啥都行、直接射魂杀化生了。嗯，哦，给那个攻的家直接劈过去了。对，劈过去。咒师也加一个。嗯嗯，劈过去了，化生倒了。嗯，加俩，没得救，没得救。贴一个，贴一个，还一个。嗯，还有。再贴一个，我再出一个。嗯，贴俩。哎，躲避，你看，这就是说这种尴尬的点是。这个血量看不太到啊。他没有孤吧？好像没有孤，没有孤。但是我出个虚啊，不，不能出。不行，不行，不行。他有颠倒，不能出虚迷。但是我出不出虚迷，这时候不太影响。我武装把你的盘丝套进去，我再出个全力。我女儿宝宝多，我再出个当然得看还有没有工地厅啊。
如果女儿带两只工地厅，那就再出；如果没有工地，就成出全力力拼嘛。对，出全力力拼。对，这个时候出全力力拼是够的啊。那看来可能还真有两只。嗯，女儿刚刚那只是个公的，这个看是不是还是个公的？公咒，不让呼。嗯。化生也跟着补一个呗。补。这缠珠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嗯，补俩地厅，还是用魔的去压宝宝。对，压宝宝。公的压人。是的。因为已经是出了三只攻击厅，是吧？如果女儿这个还是功能，就是第四只，第四，而且是女儿的第二只。对，我们看一下小死亡回合吧。还怕回合？这个不用看，发回合起不来。但武装能起了，武装能吸了，起没什么资源呀。嗯，能吸了。是。这时候化生一倒，对吧？嗯，直接就晕了。直接晕，化生得看谁开呀？开掉。普陀还有药吗？普陀还有四个，还有没有五龙？如果普陀有五龙，可以去开掉。嗯，得开，得开。这两只就刮宝宝吗？不刮一号。看他那个三号是不是公的？对，三号如果是公的，还是压化生。五的话，感觉是一定是就是去压宝宝的。四，对，四肯定是。魔的一定清楚。对，对，就看三是不是个公。如果是个公，就压化生。嗯。压倒化生，比赛结束。嗯。地府可以再挂。有无间是不是也就不用挂了？点化生不挂，如果点其他人，他主要是他普陀慢，对面普陀慢，对吧？我觉得这如果要给五龙的话，这个挂好像挂不上，要么摄魂，要么直接出宠。他地府包也多，对，包多，嗯，不让你换境。有可能，像是不让换境，不让砸，换境，换境了，对，很像不让你换境，哎，你看，我就在补嘛，甚至，哦，不对，他得加一个，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可能是两滴，咒之普陀还有没有？还有的话加两滴，对，五龙开掉，分拍，这边拍池，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会去点挂对面？因为毕竟你这边点挂出去，他一解，对吧？你这边是挂不上的，哎，清宠的，清宠。宝宝扛不住，但是得看怎么弹，能不能弹到地厅，刚出的那个地厅，如果能弹到的话，其实也算是等于下回压力可能稍微小一点点。对，但是好像弹不到，弹一二吧，一二。对对对，弹了个面，哎呀，三弹到，但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一二看俩法的，俩啊俩法的，弹掉了一个出过手的，不太重要。哎，还有九个目标，再来。九选一，再来，哎，神了，单法，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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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下，再没有，还躲避，还清掉了，清掉躲避，雷击反弹一个，那这不重要，不重要，武装还俩宠呢，多，那幻境没了，颠倒也没了，是，这把地府摄魂化生。可以，魔就是笛子加满，化生必倒。但对面能砸一个，能砸一个，那就是稳一点，那就是武装给天地。女儿有花呢，也可以去选择库，对吧？两个操作都可以，看你怎么选。或者他就最稳的就天地，就一定没问题。或者把宝宝刮完，你武装起不来。这把是不是杀化生好点？你武装起来，魔的可能杀不动。就是我觉得摄魂是不是够如果武装再出一个，对，武装出宠，我是觉得刮宝宝那这可就有可能是出对这个清宠去了，清宠，清宠，清宠，清清咒再加一个，是是，咒普陀再加一个，一个罗，不敢砸，怕有天地，对，怕有天地。二号，压宝宝，秒飞你就起不来了。对，点了花生来，没摄魂有罗汉，没有加满的话，那肯定是能扛住。对，因为这对面的二号，他首先也是一个比较配速嘛，对，能秒得到。是，盘丝十一个药，那也只能盘丝宝去拉呀。
看一下这个宝宝，二号还没出吧？啊、哦，二号出手，嗯、这个伤害比较多的，这个伤害高，哎，神了一下，顶住了、但是得看化生倒不倒、嗯，其实化生倒也没救，也没救 ，PK 就没了，扛住了，出个阳护啊，不出阳护。两只种也有可能没太有阳护，而且阳护好像也，哦，不用一回合也还好，嗯、捂起来先出个宠也只能这样。对，不让化生舍自己是，不让拉人了。对，不让拉人。对，只有这一个宝宝现在能拉人，当然武装也能拉，啊，武装新出的宝可能也可以拉人，这我就再估起来就好了。嗯，阳护在这儿，再拍尺拍五，紧箍咒。让你紧箍咒打，或者说紧箍咒增添一下这个点，点你的第二盒的这种补刀能力。是，拍一尺，如果说没有加那个遮阳令，没有加敌的话呢，也就是把五号清掉，因为他四号是个四吸，嗯，不一定掉。但五号看一下能不能有挺得住吧？对，看一下，毕竟武装跟盘丝要多。是，最后一下，哎，神了，有命。再拉起来，但你这样拉起来好像还是到孤岛。那女儿给无魂了呀？哎，他武装还有那、哦、还有两回合。我觉得是不是哦？也没有敌加了，没有敌加，是没有宝宝加，没有宝宝加，对对，没有好加的单位，韧性还是很强。我感觉是曲阜啊，到后面再出谛听的时候，没必要出那么多魔的，是不是出全力把化生先拍倒？对，你再去出魔谛听。出童子。对，出童子。我觉得你先出全力去杀化生可能会好一点。嗯。但是现在，观战就咒普说给孤是没问题的、嗯，因为对面很少回复了。对对对。不让你挂小死、啊。不让挂小死。先把孤关上是。我感觉啊，在有颠倒五行的情况下，出魔谛听出的有点早。嗯。你哪怕出个全力 VP， 我觉得对面都扛不住，我就硬换全力、你都没办法。对，这边再孤吧。嗯，那就慢慢孤嘛。哎，双孤。只能孤起来。很舒服。嗯。然后这宝宝还能出手。对。但是一样，你现在宝宝也没什么办法，也只能是去顶药，也不敢做这种哎，再神一下，但是也不太敢做这种说清，也就清个宠、对吧？还能扛住吗？这一下，他拉前2400应该还能顶，里皮先劈一个，那这样的话武装还最后一个宠。对，我感觉武装有不对，但武装已经出过两只全力里皮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全力了？对，拉前套，那这边可能说化生是不是要走个精清啊？可精，有精可精。或者说地府这边精也可以，化生地府哦，他地府快，对，地府快，那地府精也行，嗯，把咒师控进去，嗯，来看一下小死亡回合数，哎，先别说啊，他地府是不是得延啊？这回有延吗？64得延了，得延啊，对，这边得先延，对，得先延，对，不然起来了，对，对面女儿资源也挺多的，是。这几回合啊，感觉在出了石晨阳之后啊，曲阜有点搞嘻哈，把这个回合啊又拖过去了六七回合，就赶紧再换一个地图。对，而且灵元又刷新了嘛。对，看这宝宝，这宝宝是太坚挺了。关键，先顶一个，再力拼，那又能吸一口。嗯，2000能吸。因为对面咒普陀没，就是说可能剩下就剩下九转了。对，肯定不是五龙，是因为如果是五龙他就开了。是。化生这边的话，七个药其实整体来说，药都是集中在对面的三峰的一个身上。嗯，看曲阜接下来这波进攻吧，我觉得这波进攻拿不下很危险，就只能出孩子跟对面，就让对面起来了，或者说像你说的，我是感觉他最后只要这个还有全力就能赢，对，还得用全力，对，你就用全力把化生给他拍倒。是，现在就稳扎稳打，你把对面武装一控，嗯，或者说。怕盘丝有怒的控盘丝，我感觉刚刚那几回合打得稍微有点放松。嗯，但对面的宝宝也是坚挺啊，就说宝宝神佑了，确实是神佑，就是有置化有颠倒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魔谛听其实出的，如果有个全力出个全力的话，倒了先给他戳倒，对，倒了倒了可能效果就好了。其实他倒啊，他不中这个什么大死亡小死亡啊，也难受，难受啊，对，因为有紧箍咒啊，对。只要化生倒，对，没得玩了，对，因为你其他的位没有慈航，是，也没有，而且你主要的问题是你就算化生倒了，有舍利给你，我这边笑一下，我就控你下一波的慈航，你也就没办法了，是，
看样子谛听是出手了，嗯，对面还是老实的，就是说拍尺。哎，这边先例是不是能给上？如果是魔的，嗯，有可能。那武装就给天地，嗯。女儿加迪，天地全加了，那就地府再挂一个。这把我觉得可以点咒师，是点咒师还是点盘丝？其实点武装也还行，也还行对，也行。哦，不让挂，不让挂。我感觉上来说，可能还是点武装，因为毕竟你这样的刮着宝宝可以压武装，就武装快了。嗯，还是加满。哎，这个是之前出手过的，先出个手，想把这宝宝刮一刮，一下刮掉。哎，嗯，可以了，完成任务。是完成任务，挡了很多伤害了。嗯。那就看五号这个眼往哪看了。嗯。如果再看到那个，盘丝的宝宝啊，虽然说盘丝宝宝还多，哎，你看，哎，宝宝越少越少了，对，就现在拍五吧，嗯，拍五，但这边咒师也能加，完了他拍的二，嗯，哎，咒师怎么说？应该是加了，嗯，紧箍咒也行，也行，其实这个时候紧箍咒好用，咒效果也好的，嗯，这应该是乱看了，因为是压的攻的，那就不乱看。不乱看了，压就是点盘丝，对，盘丝有怒，对，他有塔，就是点盘丝的，倒了，一万，还有两下，但他力劈出去了，其实就是大死亡，就轻轻一剑，就打咒师怕，啊，其他不怕，是，咒师扛得住，扛得住，他掉2200，好不好说啊？哎，差不多，差不多，嗯，别套中，但是影响不太大，影响不大，再出一只，再来一掷劲爆。因为你没宝宝来拍我了呀，是你场上没有工种可以随便摸了，那放心出了，拉金刚。那你看啊，曲阜四只攻地亭，四只攻地亭，支的已经四只，对，对不对？出来的，对，出来的四只，嗯，树，哎，压倒，收了，嗯，收了，这是没有任何的再能翻的这种机会了，因为你也没有一速，对，也不存在说此行的操作，哎，9000很舒服，对。那这明摆点你化生了呀，摄魂点你你好像没办法，对，明摆点化生了呀，是控化生点化生，但还是刮宠，对，刮孩子就行，对，他那个孩子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是那个假无常，嗯，但五号这个攻的其实还可以去跟一下呢，攻的我觉得是不是压化生好，因为毕竟他的法防高，对，抗性可能没有，对，压化生，哎，武装，嗯，普陀，武装普陀加女儿加，还可以，对，问题不是特别大，嗯，控珠，真阳，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嗯，没问题，对面只能看一下，拍肯定是得拍啊，没办法，对，没办法，无间来，舍自己了吧。只能舍，没别的办法，嗯，怕拉起来，哎，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拉起来，不过还是打得很稳啊，嗯，打得稳，打得稳，他动不了，再来，孩子跟一号吧，对面能拉的就孩子跟一号，哎，跑了，对，就假无常跟一号，是，这地厅拉出来真的，只能说现在硬件真是到位了。是。再秒。75回合。力劈，给一下。4300，看这只点孩子秒，因为怕假无常。6000，不神就走。他得神两次，按照这个大概。先看这把，走了，走了，那就没太有办法。嗯，没太有办法。也没了，拉不起来了，拉不起了。2900，收了。这是真收了。嗯。再来第一，给功德劈一下。
给攻的再给这，我觉得给摄魂了吧。嗯，这没有什么其他的操作了，给摄魂，给摄魂就行。嗯，摄魂比赛收了。嗯，那是起不来的，起不来的，因为法地厅太多了，就秒一下、秒三下这也顶不住。是，但不关键了，只要化生岛、对对，化生岛就结束。主要的问题是你就算这把有舍利了，但是你吃不了，吃不了。哎，再秒倒地，那曲普孔庙，恭喜曲普孔庙，恭喜曲普孔庙，也是晋级了今晚的一个决赛。对，就相同而言，跟其他的一个团队打这个我们说四宝一的阵容，嗯，他的底牌多，对，然后进攻性我感觉曲普孔庙在这种我们说时机的拿捏，嗯，会好，是，就说他在自己我们说这种无论是控制优势或者说在等等局面优势的时候，嗯，他不会说我继续的去稳，对，他会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优势扩大转成胜势。中间那段啊，其实稍微有点拖，可能就是说魔地厅出多了。对，如果都早出全力可能会好一点，对，但是最终的结果不太影响，还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对，那这样的打法肯定也是看到对面女娥村，对吧？对，他身上的一个小守望是比较久。对。